Hello， 大家早安，起床了吗？早安啊！早安。哎，我昨天是。主要是这里吗？早安。Wait.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第二天。早安。Hello， 哎，今天是我们第二天，然后呢，今天因为没有昨天那么晒，今天是阴天呢，大家，所以我就打开了窗户，哎，不是打开窗户，打开了窗帘，所以今天很亮。然后我刚刚一直在寻找一个更适合就是做运动的角度。你们今天准备好了吗？但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其实这个角度好像也行哎。好嘞，可以，早安，谢谢大家的礼物，大家不用太那个送太多礼物，我怕我念不到，你知道吗？我昨天想要点蜡烛，但我发现我蜡烛真的是用尽了，你看，就是它已经到底了，然后我完全没办法点这个蜡烛，它就是，但是它还有很多啊，它还有很多蜡，我就要这样子放弃它吗？我不知道，我就把它放在这儿。就是我的废话时刻。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好吧，我们结束之前再做个天气预报。没有，它点得到，只是因为它点了之后它太底了，然后它点了它就被自己的蜡浇熄，就是它点得到。小金，我只是上来看一下，校车要到校了，准备上课，加油！谢谢熊熊的爱的小熊，不是他没办法点燃，是他燃烧了，然后他又被自己就是太底了，然后他燃烧了，他就被自己浇熄了。对，我一直都是用喷火枪啊，他就是点不燃了。好，再见。没关系，好热，不要点蜡烛，好热。哎，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Hi，Hello， 胖妹。好的，我们今天呢，一样还是手臂的动作。昨天大家应该不至于到酸痛吧？但是呢，我们做了两组，的确是，就是平常没有运动的可能会觉得很酸。我今天还是一个大肿脸，因为我刚起床。早安，各位。好的，那我们差不多就开始了。今天也是两组好了，然后大家准备好了吗？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喝一点水，你们有带水吗，朋友们？你们有带水吗？我们来喝一杯，喝一口水，大家打开你们水，我们来干杯，耶！大家不用担心，
我还有很多。OK， 好的，继续从这个。哎，我在想，我应该可以做到，只是你们可能会看不到太到我，但是我应该还可以在这边做。你们应该，你们就忽略那个丑丑的我这样子。我现在这边还有两大瓶，没关系，我只是把昨天还没有喝完的喝完。好的，那我们一起准备好喽。OK。从一天从快乐紧致手臂开始。This course is very expensive, and today it's all about tone of arms. I'm going to show you exercises on how to tone your chest muscle and reduce heart effect. Let's go. 好，那我们要开始了。首先，伸开你的手，然后往前。试试看，应该是俯卧撑。你们可以不方便的话，可以跳过。核心吗？我觉得应该都有练到。如果是
平板支撑跟俯卧撑，俯卧撑。但我是膝上，往内打，瘦手臂，对，全部都是手臂。好，大家最喜欢的出小圈。小拳感觉是比较轻松，对，但是侧边小拳就很痛苦。OK， 往上升，这个动作感觉往后压的话，会受到那个背，美背。好，没了，垃圾。往右压，然后记得肩膀要下沉。我觉得我原本也没听过这首歌，但是就是会一直做这个运动之后呢，就渐渐的把他的歌都背起来。另外一边喽。说了，呼，吃光我的房间是真的很闷。耶，怎么样，大家有累吗？没有累的话，我们要第二组咯。你们准备好了吗？怎么样？还有人活着吗？还好吧，还好吧，大家。还好吧。你们要说还好，还好啊。你们要撑下去，面子要留住。因为我觉得很轻松啊。来喽，第二组。准备好了吗？往前转喽 ，OK 啊，我觉得小 case。这些动作啊，如果你跟着我的速度也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太快或者是太慢，你自己调整你自己的速度也可以，就是完全是，就是重点是坚持下去，就是那个程度你们可以自己调一下，就如果你们觉得累的话可以做慢一点没关系。虽然我想说这种应该小 case 吧，大家早安。小的已经很酸了，然后你现在要维持，不让它掉下来。就是如果我的小秘诀是，它现在是这样子，然后我有点累的话，我就把它翻过来，然后再累的话再翻过来，但是这边就保持不动。人家被火在烫，我也是有点累。OK， 换我了。
双举，这个叫什么呢？肩膀，肩膀上举，肩膀上举，就手伸，但是你们不要手肩哦。肌肉痛，对，不至于。那可能没那么酸。拉一下你的肩膀，拉一下你的手臂。往后，往后压。OK， 好。然后最后一个，这边就是伸出去，然后这边会有一点点感觉。恭喜大家，耶！我们又完成一天了。ASMR 时间。装水。好的。今天的重头戏，还没有跟着一起做运动的人，或者是哎呀，我放哪里比较好？或者是什么啊？还是在上班没办法做运动的人，今天我们的任务还剩一步。拿起你们的手，我手在抖，因为我没有吃早餐。对，我是空腹，我等下就会去吃了，大家只是早上都会这样。正常 ，OK， 大家拿起你的水，好了吗？可以吗？好了吗？哎，没有人回我，等我 ，OK， 等你 ，OK， 起来喝水，好了 ，OK， 喝水。你没有流汗吗？对，喝水的仪式感，喝了气泡水。我运动完我也喜欢喝气泡水，可是这个不太算运动，不太算那种那么激烈的。好嘞，没有流汗，那很棒。流汗的话就多喝几口，补充你的水分。水，嘿，对啊，今天没有太阳哎，所以我就打开了窗帘，不然的话好像有点太热。
好啦，谢谢你们。主要是腹地挺身吗？我是，就是这叫，这个你们会叫掌上压吗？我们就女生，我都做膝上压，就没办法做掌，就是我没办法是脚尖碰地的，我是膝盖这样子，然后膝盖膝上压30秒，然后应该是30秒吧，然后再一个。blank 什么平板支撑 ？Sorry， 平板支撑30秒，是30吗？还是它是从20几秒开始？等一下哦。30秒。平板支撑，对，膝盖可以垫软垫，可以。对，我声音都还没有开。是的，太棒了！那我们今天的运动也完美的、顺利的结束了。然后明天呢，就是休息一天。对，然后后天我们就开始大腿吧。对，健康运动 day two。点解而家变咗咁早直播嘅？因为呢个礼拜开始想做一个健康人生，为咗令我自己可以早睡早起，所以就定咗7点嘅直播，同大家一起早起做早操之类。但听日休息。今天也有跟到运动的部分，没有，不是明天，是后天。明天有事情，明天早上应该没办法直播。运动完有睡着吗？你说晚上我几点睡嘛？晚上就12点，我觉得12点半。对，就是因为我睡前之后，睡前有人传讯息给我，然后我就指，然后我就回讯息，然后回到12点半。我觉得现在就是现代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12点怎么可能？就是大家应该还没睡，所以就会传讯息。然后后来我把讯息回来之后，我睡了，然后30几分的时候。又一直在震动，然后我就直接开飞行模式了。昨天结束之后有继续动吗？有，我后来再做了两组其他的东西，我做了两组有氧运动吧。对，有氧的没有那么强度的，对，我还没有到可以，就其实比你们想象中，我的身体比。就是我的肌肉啊，跟什么有氧什么，就是肺活量可能都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好。其实我是偏弱的，说不定跟你们差不多。对，然后没什么肌肉，都是肥肉这样。然后所以就是还没有办法一直做很强，就是高强度。其实可以啦，撑下去就可以，但我会选择先从中强度开始。早上好，早开播 ，Hello Look。TV 谁体力最好？我不知道哎、欸，但我觉得一定是易云跟马勇，自己觉得，或者是林一跟阿潘吧，因为他们肌肉，林一跟阿潘是我觉得是肌耐力肌肉型，对，就看出来就很有肌肉。然后马友跟易云就是很会跳舞，感觉跳久了就是跳舞的人通常就是那个身体会比较好，就是那个喘怎么说，就是肺活量比较好。没有，林一很强的。感觉你们
可能就是有不同的意见，对。我不喘吗？就是 reset 一开始是比较可怕，但是现在就是习惯，我觉得大家的体力都不差吧。嗯，谢谢。虽然可能是在我台，在我的台，可能不是本人的台会比较那个，但我觉得你们偶尔都会说哈，怎么可能？哪有，你们心里明明就不是这样想，但是还是要打出来。星期四有地板动作吗？明天打疫苗。地板你说用手的吗？嗯，可能不太会，我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但是我现在有打算做的比较偏深蹲比较多，但我觉得如果你看你想要跟我一起做的话，你就以自己的程度，如果你发现哦这个动作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做到，或者是现在做不到的话，那就先跳过，你就休息一下，喝个水啊，好吧。如果你们有一个动作你们跟不上的话，你们就喝一口水怎么样。大腿动作深蹲，但我深蹲也蛮颇累的。但是因为我为什么在做手臂运动，是因为感觉好像比较方便吧，对于我们一起做件事情。如果要站起来的话，有些人就是可能空间啊，或者是怎么说，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可以就是让你站起来然后做深蹲之类的。我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但我应该不会做，应该还没有要做腹部，但我先找找看，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小小的有氧。好的，现在是天气预报时间，这礼拜的确有可能会下一个礼拜的雨，对。然后今天的台北市的天气是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3度，然后下雨，所以呢，大家记得要带一把雨伞出门，可以带小把的比较方便，都阴阴的。但我不一定会拍到脚啊。好的，对，但是呢还是很热很热，所以大家记得补充水分。你刚到家，天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我们来念一下排行榜好了。谢谢第20名有西希洛，这个是 Snoopy， 然后18是小强，然后17是鱼，16是蛋挞，15是 CKMK， 14是吉米周，13是 Raver， 12是黑杰克，11是浪哦修哲，第10名是小易，谢谢。第9名是雨南，第8名是中和喵喵，第7名是中银，第6名是熊熊，第5名是出风，第4名是 Ting， 第3名是想想哦，谢谢。然后第2名是阿成，然后第1名是信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哈。对，记得要吃早餐，吃早餐蛮重要。我等下应该不会睡回去，我昨天有。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太早起床，然后有点没什么事情做，所以我后来又睡了2个小时吧，就是大概9点睡到10-11点。对，那我今天应该不会了。好了，
谢谢你们早起跟我一起做早操，然后等一下要上班的大家，或者是已经在公司的大家，祝你们今天工作顺利。我真的是现在早上开台真的然后漂漂亮亮耶好啦没关系，好的，那你们还有上课期中考不是期末考报告的大家加油。好，最后来我们来喝最后一口水，多喝水多喝水。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毕业典礼，天啊，你们也太快了吧。好啦，那谢谢大家今天来看。你看真的是天气超好，也没有说天气超好，就是这个光刚刚好。大家拜拜，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然后星期四见，拜拜，啵啵。Yeah.